这是华人剃刀文化馆，在以前日本时代叫做剃刀部华人出张所。因为动车要开发东部，所以需要东部的铁道线，也就是台东线。这条铁路要起足久，所以总督府就直接设一个出张所来统合整个的铁道的建设。然后国民党来了后，将着旧的火车头给拆掉，啊，另外去起一个新的火车头，所以这个所在就慢慢无人在用啊。在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，现在把它恢复回来。这就是铁道的文化馆，伫内底展出真侪以前的史料，予大家做伙来欣赏。内底毛亲像安尼模型，予你看会出过去火车头伊的相对位置到底是伫底。真好，安尼煞变做一个华人的观光点，好，多谢收看。